下面请欣赏相声《朋友论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刚才是高峰，对，栾云平，是啊，又来闲话了，可了不得啊。好，谢谢吧。哎，啊，女的我也行了。谢谢啊，送我们美丽的菊花。这都是了解我们的观众。我看看这菊花上别着个哨吗？哨上还俩馒头呢、哎、要没听过前两段谁知道是什么呀。由此可见观众对我们实在是太爱了、啊、嗯，是送礼都送到心腹里了。谢谢吧，今天来这么些位，这么热的天花这么些钱坐这听我们这瞎说，嗯，我们得对得起您各位。是，当然也有人今天晚上没来啊，没来的后果自负。哦，有什么后果呀？后果很严重啊。什么后果？省不少钱。嗯，嗨，就是省钱呢。不来了我会记住你们的啊。哦，嗯，别让我在街上碰见你们。好家伙，听相声多好啊。啊，多快乐呀，真高兴、啊、天底下还有比这个好玩的事吗？是，我跟您说，我都愿意坐底下听去。你我们这行为什么我好喜欢相声？哎呀，干别的干不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太快乐了，这酷爱。你包括于老师也是，嗯，心里有什么烦心事一说相声全忘。那倒是，真的。你看，举个例子啊，于老师这人吃五谷杂粮，嗯，人非圣贤，这谁都有个生老病死啊，心里难过了不舒服，这都有可能啊。啊，那倒是，是不是啊？嗯、比如说于老师，嗯，外地演出回家，哦，到家门口一看，哎呀，大喜事，什么事？房塌了。哎。我们房塌了算喜事儿啊，就是万幸自个儿在外地没赶回来呀、啊，啊，没砸着，在家呢，非死不可，哦，必死不可，嗯，哎呦死了，然后一瞧房没了，哦，房道门还站着呢，光剩一门了。于老师掏钥匙，啊，这我还开什么门呢？那干嘛？确实塌了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我用这么验证吗？哎，喘了口气坐下吧。坐哪儿啊？门口找一台阶坐下。哦，点根烟。还抽烟呢，这自己就抽了二手烟了。哎，嗯，对，我得说相声啊、哦，还有场烟头扔了啊，站起来上德云社说相声。哦，家里这茬忘了，我这心也太宽了吧，我这么大事儿一说相声都忘了。关键到后台有我们这些人啊，劝你。哦，你们能劝我。咱们是好朋友，那倒是好哥们儿，朋友。生活中经常这有人说了，嗯，我可以没有亲戚，我不能没有朋友，还真这样。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，这都是老话。什么叫朋友？这俩字怎么来的？您能解释吗？上古的时候啊，啊，人们那会儿不花钱，也没有什么铜币啊、纸币，那是后来的事情。哦，当时呢，就拿贝壳当钱。我拿贝壳流通，因为上古的时候人们一般都生活在黄河流域，嗯，想见海里的贝壳不容易，哦，所以觉得贝壳很珍贵，嗯，就拿那个当钱来买东西，画贝壳，打个眼儿，拿绳子一穿，五个贝壳穿好了，嗯，就这一串叫一髻，哦，两髻叫一棚。哦，家里来了哥们儿了，这是我的友人，哟、嗯，咱俩得出去吃饭去，是，请友人吃饭。抓起两串贝壳来，这叫一棚。哦，能担起这一棚的友人是我的哥们儿。哦，所以说这叫朋友。听相声长知识吧、哦。你瞧，这是这个出处。棚字是两个月、嗯，两个月亮都能到一起，说明了物以类聚，嗯、兴趣相投。嚯、哦，这是朋的含义、嗯。友代表的是互相帮助、互相支持，嗯、叫友。您可记住了。朋包括了友，友并不包括朋。哎，啊，这个朋友它分多少种？是吗？酒肉朋友不也是朋友吗？那也得算呢，对不对？吃饭喝酒有，他一沾事扭头跑了也有。酒肉的交朋友不交这样的朋友？对，各种朋友。你看，比如说咱们有那叫盟友，有这么说的。哎呀，张三李四啊，嗯，我跟谦儿哥我们是盟友，结盟，结盟拜把兄弟。对，啊，哟，这是谦儿哥，我们俩好，他是我大哥。嗯啊，为什么我跟他拜把子呢？为什么呢？嫂子好看啊，
什么目的呀、啊？您这是不是不是？就是嫂子大气，那也不像话呀。自从见着他媳妇儿，我就想，嗯，这个朋友我交定。目的太不纯了，您这也叫盟友、哦，有一种挚友。挚友就是两个人的交情到一定程度了啊，真挚的友谊哦，说明这个关系。哎，你看笔友，笔友是现在少，过去竟是笔友啊？怎么讲？哎，这个于老师住北京大兴哦，哎，交了一个顺义的寡妇。啊、哎，两人我就找一寡妇，还得到顺义找去。你天天写信，写信，啊、互相的你写一封，我一封，俩人交朋友哦，这叫笔友，还见不着面。哎，现在网友。啊，对，有网友交什么？交一网友，对对对，哎，互联网上认识的朋友是嫂夫人，没事就画的挺俊美，换换衣裳、啊，见网友去喽。哎，去，哪那么些网友啊？说说这个意思、啊、哎，驴友，什么叫驴友？背个登山包旅游的朋友们哦，旅游结伴的，哎，咱们一块出去玩的驴友，咱们叫驴友，对，哎，驴肉友。什么叫驴肉友？就好吃火烧的那一帮，没听说过。好吃火烧交什么朋友？他们那是一波驴肉友，龟友，小女孩们在一起交的朋友哦，叫龟友哦，闺中蜜，哎，对，闺蜜、嗯、那个，对对对，龟、嗯、友，嗯，鸡友，好集邮的这帮人在一块儿，幸亏我没问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没问也有你，你再往下说，炮友，哎，好洗澡的，你们都快上台问来了吧？嗯，所以说这不一样，这是现在说的，过去来说，你说谁跟谁交朋友，这俩人除旧之交，哦，贫贱之交，哦，稳静之交，嚯，啊，患难之交，对。非常非常的多，各种说法都不一样。哦，就这个很复杂，交朋友是门学问。那您这刚才说这么些，您具体讲一讲。这具体这得说到什么时候？就举一个例子啊。啊，举例子可以。比如说刚才我提了有一个稳静之交。哎，我听见这词儿了。稳是自稳的那个稳。哎呦，静是脖子啊！你可听明白？稳静不是缩脖子啊！哎嗨，知道吗？不是说谦哥见了王寡妇，俩人回来脖子都死了。没听说。我这作人王寡妇干嘛呀？我说这个意思、啊，说这个意思啊，不是那个俩人作脖子那个稳静，是知道吗？这个说起来，这惊天动地，荡气回肠。那咱们听听，就得拿个人举例子啊啊，行吗？你看这玩意儿不是？我说拿个人，你别犹豫啊！我就不犹豫，不犹豫，不犹豫，您就说吧，说吧。举例子啊啊，于谦。也就是我了，哎，于老师，嗯，跟我的交情，还有您，稳静之交，咱们两个人，哥俩交情太好了，怎么个好法？过命，怎么叫过命啊？得从您开始说。那是于谦老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怎么了？有雄心壮志，哦，曾经说过这么句话，我说，大丈夫生六尺躯，何不令其千古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老天爷生了我，养了我，有我这么一大个子、嗯、我不能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，哦，千古留名，这是雄心壮志啊。哎，好啊，您是这份真好，有一个愿望，对，自己要成一个万元户。我这什么千古留名啊？我成一万元户我就至于这样？你们一乐我得批评你们。怎么了？这里边有时间的限制，有时代背景，不是说今天，我今天他说我当万元户，大伙知道这人没起子，确实不是说现在，什么时候？去年也不怎么样，这也不怎么样，这个反正这模糊一下时代背景吧。啊，这很多年前，于谦说了、嗯，我要当一个万元户，哦，这样的话我会非常的幸福。那倒是，支持理解啊，每个人的愿望是不一样的，对对吧？嗯，他很努力。哦，哎，很努力，就想有一天我从万元户一点一点的熬、嗯，我会熬成世界上的大富商。哦，就我就这么熬，世界富商前十位得有我于谦，这可就不小了。把工作辞了，干嘛呀？每天在家等通知。我瞎了心了吧？我等通知能等来吗？这个工作都辞了，
啊，怎么还没人通知我是世界首富呢？哎呦，着急呀、啊！我、哦、这干着急，真着急呀、啊！嗯，天天看着家里的镜子，哦，镜子，镜子啊，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？镜子说话了，镜子哗啦碎了，这好嘛，镜子都快恨我了。嗯，于老点一根白蜡烛，搁在面前，干嘛？冲自己喊，嗯，坚强。这嗨，我给自个儿加油呢，努力呀、啊！啊，哪有平白无故的就成了事儿的人呢？对，那是得努力。首先充实自己，我要干嘛？看书。哎，这是对的。奔新华书店啊，一进门就看见了。看什么？特别推荐的一套丛书。什么呀？75本一套，卖3000多块钱，这么贵的书。这套书叫嗯，《寡妇门前是非多》。寡妇门前的事儿就卖3000多块钱。于老师口水都下来了，我看着馋啊，我又到厕所了。这是3000多啊，来一套，真舍得花钱，充实自己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抱着这堆寡妇呀、啊，这寡妇像话吗？这书就回家了啊，关上门，拉上帘，秘密的，心噔噔跳啊！看这书，撕开了包装，打开了塑料布，好好看，捧着看，怎么样？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写什么事儿？这个内容太可爱了。什么内容？马铃薯的栽培。哎，这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吗？这个网友写的，网友的网名叫寡妇门前是非多，这网友种马铃薯的，合着是。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。那是上了当了。哎，白判了，也别怨人家，怨我自己。就是我这样的僵尸都不吃啊？怎么呢？没脑子。哎嗨，真能想。哎呀，心里堵得慌啊。嗯，肚子胀啊。哦，3天5天一直这样。哦，害怕了。嗯，我得上医院查查去，检查身体，做个 B 超。哦，男孩女孩无所谓啊。啊，什么男孩女？我怀孕了是怎么着？肚子老这么胀，万一哪天生了也是事儿啊。生得下来吗？为什么肚子胀呢？啊，其实就是有气顶在这儿了，就是生了气了。到医院挂号。嗯，啊，您这做 B 超，喝点水去吧。啊，是得喝水。常识啊，嗯，憋尿啊，嗯，买了一箱矿泉水。哎呦，坐了医院台阶呢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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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真听话，一瓶一瓶的喝。哦，这一箱全喝了，真能喝。哎，撑得很，还没到我啊。水是不是不够啊？嗯，那有水管子拧开了。嗯，啊，撅尾巴管，蹲蹲蹲蹲蹲喝。嗯，嗨，一回头怎么呢？我干嘛喝自来水啊？医院人家给准备茶水了。哦，那有水，一杯一杯的啊、哦、一大托盘30来杯。这是像结石呢？结石，我那是水吗？那个刚喝完，护士过来了。嗯、啊，那尿样呢？我说什么来了？我给人尿都喝了是吗？于老师无所谓啊。嗯，哎，我幸亏没承认，我这个有多少喝多少。哎、别跟人吹了。嗯，等着吧。那是得等着。嘴里边咸呢，啊，还涩呢，拉不开栓呢，多新鲜呢。第四杯也不知是谁的啊。怎么那么甜呢？行了，我糖尿病，哼，不用找大夫了。这个、嗯，不行，还得喝水，还喝呢。自来水拧开了，蹲蹲蹲蹲冲冲那味儿，为了稀释一下，你就甭稀释了，人就没人样了。你都胀成这样，里边那喊于谦，终于到我了，这儿进来了。嗯，哎，人那，在那儿躺那儿，躺那儿做过 B 超都知道。对。躺那儿哈、啊，啊，人家拿一个手柄似的东西，对，在这摁，是 B 超，具体的你太科学东西咱说不出来，啊，咱知道是这个意思，对，那个您准备一下，肚子都得亮出来，一会儿给您抹点那个药什么的，哎，对，于、啊、老这就准备，嗯，躺上去，大夫拿过来一回头，把裤衩穿上，光着了，我全脱了，跟人那儿，他以为就兜里脱了呢，我没听说过，穿上，那这是得跟我急。赶紧啊！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嗯，穿上了。大夫说：“你人不听话呢？怎么不听话了？让你穿，怎么还不穿呢？穿，我这钉子裤。”哎嗨！钉子裤也得有块布啊，这玩意儿就两根绳子。哎，好嘛！大夫气的。啊，好，这秋皮钉这是。嗯、来吧。有一手柄啊，先往肚子上抹点那个药膏似的啊。啊，那是大夫也恨他。嗯，
一掉个哎，说话就这一摁的啊，滋，好家伙，都尿到对过墙上了啊，喝太多了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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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外面尿去，到厕所了我这啊，给轰出去了啊啊，大夫在扫地擦地，这跟朋友有关系吗？这。早晚会有的、啊、我就等这朋友呢，你我也等这朋友呢，好嘛，你看又搅和又忘了不是 啊， 啊，他说了大丈夫有六尺躯啊，哎不不不不不，别从头说了，就是一摁给摁尿了啊，滋，墙上都是啊，哎呀，让大夫给轰出去了、啊、那是得轰出去，轰出去尿去吧，到中午人大夫休息了啊，你下午再来啊，下午还来余尿，余尿谁知你叫什么，下午再来吧，那就不能这么叫啊啊，于老看看表，好、嗯、已经十二点了，那正吃饭，上厕所撒泡尿去吧，哟哗尿完了，看表哟，十二点四十了，好家伙，尿了四十多分钟这泡尿，尿完了出来吃饭啊，门口找一地儿吃饭，嗯，等着等下午再重新来再验这个、啊、还得验，来了还得再喝水啊，那重来啊，喝呗，嗯，就买箱矿泉水，都花矿泉水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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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喝，嗯，喝完了水管子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套程序啊，还是看这盘子，我也是记性好、嗯、啊，还没人尿，没，我就等这尿呢，是怎么的，大夫说有点事晚来会儿，您先出去溜一圈去吧，啊，出来吧，嗯，医院里遛弯，还没到我呀，啊，等着呗，顺着后门出去，医院后边有一条河，哦，整是中午站河边这，嗯，散散心，哦，啊，就觉得这肚子快憋不住了，胀，大夫还不来啊，找地方尿，哎呀，哟，怎么了？有一姑娘啊，顺着河坡往河里走，哟，水都到了膝盖，越走越深呢，这是要自杀，对呀、啊，于老急了啊，这就。几步就跑到河边啊啊！解裤子就尿，尿上了，没救人。这姑娘回头看了看他，嗯，上来了。自杀都嫌脏啊，人家。你往那里尿，人得呛死，你不明白吗？哎，不能死在尿里啊。那是啊。这河沿这草地这儿，嗯，于老师跟这姑娘对面而坐。哦，姑娘看看他，嗯。你知道你是个人渣吗？死了头一句话说这个，于、嗯、老乐，嗯，我看过一电影，叫什么呀？《人渣树之恋》。没听说过，那叫《山楂树之恋》。山楂树之恋。对了，啊、姑娘，那个好死不如赖活着呀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大姑娘长这么漂亮，为什么要死呢？啊、我问问她呗。姑娘眼泪下来，有伤心事儿。我男朋友不要我了。哟。交往三年了，嗨，交往三年，你瞧，在一个屋子里边生活了三年，嗯嗯，他不要我了，你瞧，他非问我是不是跟李先生好，要，天地良心，人家姓王啊，什么呀？这你也知道哭啊？这个，但咱说句实话啊，孩子是赵大哥的，没，太乱了，这个，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，我还哭呢，玉洁冰清啊。我怎么听出来的？我这是头一次见我面，这实话都跟我说了，这就玉洁冰清，这是没拿我当外人呐！啊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呐！我也没见过女神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白天鹅呀！嚯，姑娘贵姓？嗯，姓姚。哦，你好，姚姐。这好嘛，把实话说出来了。那个，我叫于谦，我很喜欢你。嚯啊！我这个一直在寻找一个玉洁冰清的女孩哦，我想跟你交往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有一尿之情是吧？这嗨，别提这个了。姑娘说：“哎，好吧，嗯，这难得有人喜欢我，我倒是愿意，但是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跟我交往搞对象，你得听我的啊，要求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。你也太缺德了吧，这也。”谦儿点点头啊，车房都好解决哦，父母这个事儿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我的妈呀！干嘛我要杀人去是怎么着？姑娘说：“那我不催你哦，一个月够吗？”这是不催吗？这哎，用不了，用不了，用不了。好家伙，时间还挺富裕。完事你不能连累我，你放心啊，我就说是我哥弄死的。哎呵，
全家都卖出去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，太好了，天作之合啊！那是天作之合。姑娘说：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没有钱，连住的地儿没。这好办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带你上银行去取钱，存到你的卡里，好吗？”嚯！领着这女孩上银行，嗯，于谦身上带着呢，就卡带着存折呢。哦，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对面而坐，嗯，存折一摔，啪！我的死期到了。哎，是。是死期到了，您这个，您说清楚了成不成啊？我存那死期到了，就是存款那死期存款到了，划到这个女孩的账上。哦，划吧，划完账了。这工作人员无意中说：“我、这女孩真漂亮。”嗯，你的女朋友很开心是吗？那你能抱我一下吗？嗯，工作人员站起来热烈拥抱你的女朋友。工作人员四十分钟，他们俩于老师感动了啊。爱无疆啊，我这死期是到了，我这个我这能看出大爱无疆来。之后啊，你们两个人就同居了，说同居就同居了。哎呀，一个很漂亮的小区，嗯，你住三号楼，他住四号楼，这是同居了吗？这个啊，我们俩不在一个楼里，不在一个楼里，他住那边，你住这边，嗯，你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过来给人做饭，我该他的，我这做完饭回去想我父母的事怎么解决，这是大事，言而有信的，我得做到啊。那是一晃啊啊，半年就过去了。嚯，半年过去了啊！这天晚上，于老师躺着看电视，嗯，夜里十二点半啊，电视演《动物世界》，哦，里边说了句话，嗯，交配的季节到了。于老师坐起来。对呀，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呐，我拿《动物世界》当毛片看了是吧？我这时候才想起来，善良单纯，单纯半年了同居，我这时候才想起来，半年了，我怎么才想起？哎呦，这男方得主动一点呢。那是啊，不能让女孩瞧不起我。哎呦，拿了钥匙啊，他有女孩的房间钥匙啊，那就是了，去找你的姚姐。别提这名字了，来到这儿，拧开了门，进来一看，嗯、哇哈哈！怎么了？女孩跟一个小伙子正躺着呢。嗯，啊，于老愣了。啊，打扰了啊！啊，别客气了。这俩人冲他乐。嗯，愚人节快乐！愚人节，于老也开心。啊，我还跟人逗呢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。哎哎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，这事儿没完呢，这事儿。就带上门就回家睡觉去了，我就真回去了。事情也没完啊！五个月之后，怎么样？有一天，你和这个女孩并肩走着，哦，你站住了，我脸色不好看，怎么了？谁也别拿谁当傻子。哦，你以为我缺心眼呢？还是吧，人没有真傻的，这多新鲜！那天啊，你说愚人节快乐，对，你们不应该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能骗我呢？不说就是。那天是五月十二号，那天不是愚人节呀！你死不死啊你？五个月之后才明白过来，还不傻？那天就不是愚人节啊！路边有卖西瓜的，嗯，于老一伸手把卖西瓜那刀抢过来了，嗯，啪，这横在自己脖子上。哦，说那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？要自杀，千钧一发，朋友来了，可等着朋友了。我打着过啊，于谦叫我，你一回头，啊、哎去，这我没猜着，我以为我得死在那女的手里头呢，没想到死在您手里头了，我这。我很难过，你这是难过的样子吗？你的女朋友也很难过，是得难过呀，扎在我怀里哭得跟泪人似的呀。你们攥得好的吧？这是两个小时后，我实在累了才把他推开。哎，好，你要不累还不推呢。作为朋友啊，稳静之交，我要办理你的丧事。那是，一切处理完了，在你的坟前的碑上，我含着眼泪写了两个字。哪两个字？活该。这我听着也是活该。稳静之交啊，就这么解释啊。哎哎哎，稳静，开心死了吧？啊，你怎么瞧出来的吧？满脸的幸福。哎，对，我幸福就这模样。哎，这叫稳静之交。哦，还有一种是
忘年之交啊，这我听说过。忘年交，这俩人岁数不一样，嗯，但是合得来。哦，好朋友过命的交情，咱们没有年龄的限制，过得着。你比如说咱俩人，咱俩人怎么？比如说我是一个就三十来岁的小伙子，那我呢？你是一个七十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。年龄差这么大，哎呦，我还是相声艺术家，相声界的老前辈，嘿，德艺双馨啊，艺术家吗？七十岁了，哎，每天下午三点，怎么样？你准时出现在嗯，北京宣武北纬路甲一号德云社斜对过那广场那儿露天说相声。我都艺术家了，我上那露天说相声去？你不在那儿没地儿说呀？我这什么艺术家这是？每天准点跟那说相声啊，观众喜欢你呀，啊，爱戴我，你那大批的粉丝围着你呀，哦，把这六个人乐的呀，就六个人呐，我这艺术家就围六个人听相声，这里还有一个孕妇我没生呢，啊，那也不多呀，实际是五个人，哎，这好，不占外边那名额，啊，人跟那说，哎呦，江康台，哦，就专门说新相声啊，新相声，歌颂型、赞美型的相声，那好啊，哎，站在这儿，什么这个夸新农村呢，啊？哦，夸教授啊，哦，夸学者，夸校长，都是你干的。我连校长都夸呀，嗯，哎呦，无限的赞美，嚯，观众都鼓掌。嗯，说着说着，来帮城管，嗯，摁那儿差点没打死你。这打人，打完之后城管走了，你又站起来，嗯，歌颂城管。我浪的是怎么？打完我歌颂他去。打完以后你歌颂他，以后就不打你了。今天来先歌颂城管，不就不挨打了吗？啊，对，我也没想明白这事儿。对呀，啊，啊，然后是赞美城管，哎呦，啊，夸的都不行了。哦哦，观众大把子扔钱，是那钱扔地上，叮当叮零钱呢，都是就叮当的扔钱，嗯，也有扔整捆的。哦，五千万，哎呦，扔在那儿，有人就点火，这就烧瓦了啊！冥币给我扔进来了，每张都有玉皇大帝啊！行了，就是烧的给您扔吃的，啊，面包哦，哎，苹果嚯，哦，哎，烧饼那个盖儿，嗯，啊。羊肉串上那块肥的，好，这喂狗熊呢是怎么着？还单捡那块肥的，给你，哎呦，高兴啊！我一定要好好说相声哦，我要讲新相声进行到底啊！这是我对我的激励，那是那是，嗯，正说着呢，哦，人群外边进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谁呀，啊？一位老华侨，华侨，华侨就国外的待着的，对对，一个赞比亚的老华侨，赞比亚的。嘿，赞比亚在哪儿？你赞比亚你都不知道啊？我不了解这地理。非洲的南边，非洲还得往南。哎，在非洲南边，赞比亚这个地儿出铜，哦，金银铜铁那个铜，那地儿出有矿产。哎，有咖啡园，啊，叫咖啡。哎，嗯嗯，当地还有那个最美的一道食品叫什么？叫恩西玛。什么叫恩西玛？就是白玉米碾碎了加水熬成粥，棒子面粥嘛，这不是？还恩西玛还，哎，你查的就叫恩西玛啊！人家老华侨请您上赞比亚哦，到那儿你可以带着铜戒指啊，喝着恩西玛啊，没事再来杯咖啡。哎呀哈，我就甭算了。你一歌颂那儿的城管什么的，就多快乐，啊！我这有什么好啊？约您去哦，钱都好说哦，给钱。你一算到那儿去，就比在天桥那儿合适多了。那我就不挨打了。守着德云社，这早晚也是别扭死啊！啊，是吧？去吧啊，那得去啊！但是有累赘，怎么呢？今天刚要结婚，我七十多了，刚要结婚。对，其实就是今天晚上就要结婚。谁呀，啊？坦桑尼亚来一公主。您瞧这俩地方都够偏的啊！坦桑尼亚在哪儿？坦桑就挨着赞比亚。那我结婚，我带他一块儿就回家了，多好！人家是从那儿私奔出来的，能回去吗？哦，还回不去。哎，坦桑尼亚公主阿依土鳖。好家伙，坦桑尼亚公主也叫阿依土鳖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嗯，全世界的公主都叫阿依土鳖。哎，好，这公主私奔出来了，啊。对对对，这是亲王的女儿。嚯，哎，萨马兰不让骑的亲王。是不让骑干嘛呀？让骑不让骑，反正让亲王，咱不是叫什么啊？亲王的闺女哦，跑出来了，是美艳无双，就那么漂亮，好看呐。哎呀，二十出头，啊，不大。哭着喊着非要嫁给你，你也答应了，就今天晚上就入洞房结婚。那怎么着？今天下午你就得赞比亚，我就得走了。你就得走吧。那真走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会儿就看出我来了。您怎么了？咱们是哥们儿啊，哦。我三十来岁，是你七十啊，哦，你那媳妇二十多是吧？啊，你想吧，是吧？所以说就我是得想想吧，忘年之交，
啊，跟我是忘年之交，跟你忘年交啊，那就去吧，事业别耽误了。是，我给你买了一个韭菜色的大衣，嗯，芹菜色的帽子，请你看的书京剧吊金龟啊，又请你喝了碗王八汤，送你走。哎，我好不了了，我踏踏实实走，这媳妇我替你照顾着，你照顾着，送你到首都机场。哦，到那儿下雨起飞不了，最近净这事啊，送你上火车站吧。火车，火车爆胎了。火车爆胎，火车有胎吗？不管那个啊，没办法，送到六里桥。嗯，哎，坐长途车，你先奔山东章丘。我没听说过，啊，我上赞比亚打章丘走啊。我们的目的是把你送出北京，至于从章丘怎么去赞比亚，是你的事儿。你们太缺德了吧，你们！你高高兴兴啊，奔章丘就走了，就我那抱两捆葱走，我这那是你的事儿了。啊，我把公主接到我家来。哦，哎，在我心里边就跟我的婶儿是一样的。那倒是啊，七十了 啊，我们家两间屋，我睡这屋，公主睡那屋，分屋睡，吃喝穿戴有多少钱全给她花，你管。为什么呢？几年后你回来，我得对得起朋友啊。这叫朋友啊！半夜十二点，我跟屋看电视啊，《动物世界》，交配的季节到了，我这毛片那么管用的感情。动物世界是动物世界吗？这个我都愣了啊！怎么电视台演这个节目呢？嗯，网上都看盘才有这个呢。就说是正看着呢，噔噔噔敲门，嗯，门口喊了 ，Hello，公主，她来了，那来了不怕呀？啊，在我心里边就如同有太阳照着是一样的，就这么敞亮。打开门，嗯，她馋了，她这是。公主画的这漂亮好看，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精神。那倒是，你媳妇儿捯饬的描眉画面，红嘴唇，哦，穿着很简单的衣服，还简单的衣服，特别简单啊。嗯，咱甭说是什么，就那样吧。啊，站在那边 ，Hello， 哦，公主，什么事？我连说带理过啊，那这是我英语不行，她英语也不行，是吗 ？Hello， 哎，奶睡不着觉，呵，好嘛，保定那边的呀，感情。聊会儿天儿吧。啊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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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进来了。嗯，他坐在那边，我坐在这儿。嗯，桌子上点一根蜡。啊，还看着窗户外边的星星，挺温馨。他看着我，看着他，都挺高兴的。啊，公主。嗯，怎么着？那个半夜里睡不着觉。嗯，你给我唱个歌吧。你瞧，我哪会唱歌啊？那也得唱啊。公主说出来了是吧？能唱《满江红》啊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。挺好，还不听这个？《满江红》都不听，这是他娘的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话？这再换一个啊！三国纷纷，嗯，民不安。京韵，这是他娘的什么玩意儿？他没有也听懂的。未取真经独怨鬼，三藏西天善使来为。这是他娘的什么玩意儿？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啊？你听听点通俗的吧。啊，通俗的也行啊。一更一点，鼓打一棒锣，青楼的妓女两眼泪如锁。听好听，我还喜欢听，就爱听这个呀。来听这个啊！啊，潘金莲解开了牛畔，嗯，露出了粉梗，嗯，前心儿半露，他那兜兜是大红。哦，还听你好吧，上瘾了，就天天的给他唱这歌啊，没有别的，尽朋友之间的交情，这叫交情，那错不了。哎呀，五年后，哦，我们接到了河南洛阳发来的一封电报，写的什么？说你要回国了，我刚走的洛阳啊，我。五年我打章丘走到洛阳去。不是你去了赞比亚了，那我干嘛落？你回来之后飞机有问题就落到河南了，我就落不到北京合着啊。这很正常的事啊。啊啊，接你吧，上河南。哎，接回来一瞧，五年了还很精神。那是，手上戴着大铜戒指，我真去了。哎，满嘴牙逛里逛当。哎呦，这是没少喝那个恩西玛。哎呀哈，棒子面粥搅和的。嗯嗯，接着家里来。哦，你坐的正座。啊，那是主人。我坐的下垂手，你客人吗？这边坐着公主，您的太太，我媳妇儿。这边是你四岁的儿子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。我走五年，有一四岁的儿子，世界多奇妙！什么奇妙啊？你都没往心里去，我不在乎这个吗？出过国的人眼界开阔。哎呦，又何况你是喝过恩西玛的？哎，这嗨，
帮帮面都闹的。你打手上把这大铜戒指摘下来了。哦，啪，放桌子上。哦，这不是一般的戒指。怎么呢？这是一个测谎的戒指。戒指测谎，谁说谎，戒指就会响。那这对了，从我开始。嚯，我在赞比亚很幸福。怎么样？看着戒指，嗯，对，这就不对了，说瞎话了。那是公主啊。我特别的想你。嗯，对，这还是瞎话。孩子也说了，我是个乖宝宝。对，一句实话没有。该我说了啊，你说说，这孩子跟我没关系。怎么样？你看着戒指，嗯，炸了，去你的吧。后来呀，哎，行了行了。您这就别上下级的了。哎，我爱跟于老师说点于家的家不长理不短。哎，这也不是真事儿。但实话实说，有的时候好多人说你们在台上老提人家于老师合适吗？嗯，说句良心话，你说别人更不合适。哦，就说我还合适点是吗？不是，你这实话实说啊。啊，人呐，这都是有毛病，哪有胜人家？嗯，我们后台有高峰，就是刚才你学电台那个，对，唱法国梆子那个，嗯。你我说他就不合适了，说他呢，因为你要说他就得带上孙胖子。怎么呢？孙胖子大伙都知道，孙悦就是跟于老师换那哨那人啊。别提这个，当真事儿这么说呢。你看今天这场演出，嗯，有高峰了，嗯，就不能安排孙胖子，这俩人不能同时出现。为什么？要不说这你干点事儿难就难在这儿。怎么回事？不光是你别管着，不光是别嘿就不还有这人际关系。不是说到这儿了，怎么他们俩就不能同台呢？啊，现在你说这也没意思，事儿都过去了。别去，说就爱听这个。高峰啊，嗯，你捏人出豹子，怎么？这是我说原来的事儿啊，啊，可不是现在。你们也别出去给人学去，不合适。啊，这不会的，你说真的啊？嗯，高峰当初啊，嗯，跟孙悦的那个媳妇儿啊，哦，哎，别去，你这。这不用看的，不就管那个呢？你这怎么回事？你说说，你这不合适。这都老说半句话，这一家女百家求啊！一天没结婚，跟张三也行，跟李四也行，那没错，这是实话吧？这正常。就是说，我就这么大岁数，我这您老别吞吞吐吐的，没意思啊！您就是说，你瞧，咱们这大伙儿都听着呢，是不是？您这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都跟我一个心态。对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听一些个人文类的新闻是吧？这是人文类的吗？高峰啊，当初啊，嗯，跟孙悦的那个媳妇儿啊，啊，两个人关系很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超过了孙悦跟他媳妇儿的好法。哎呦，那会儿不是媳妇儿，是女朋友同居啊，所以这个我觉着高峰也有道理。啊，你也没结婚呢，高峰也没结婚，对，是不是？就这样。但是那会儿来说，其实高峰有不合适的地儿。德云社后台墙上贴着演出的安排表啊，每月每月几号几号谁上哪儿，几号几号谁上哪儿，我们都这么写。高峰是最爱看这个表的。看他干嘛？记下来。记他有什么用？孙悦下礼拜比如说山东了，嗯，记那个日子，孙悦走了他上孙悦家里去，这前脚走这后脚就进门啊。嘿，你这人多严谨。这玩意儿你说咱管不了。那是啊，人家没法说呀。啊，这玩意儿没法弄好。嗯，那回事是哪儿啊？啊，孙悦是上河南是上哪儿我忘了。我你这都不重要，你说事儿。哎，你人性可够粗的。就是捡内容说干货。是就是啊，孙胖子出门我忘了上哪儿，应该是一周，可能是一个礼拜啊。单位安排去吧，演出去。哎，哦，走了。高峰看完了乐了啊，一个礼拜。嗯，去吧。胖子前脚走后脚他去了啊，这很严谨的。那是到家去，那孙悦那女朋友当时叫女朋友。嗯，又来了，快进来吧。是是，挺高兴。嗯啊，聊天说话，天也黑了。嗯啊，高峰洗个澡去吧。高老师那样你们也知道哈，脱衣裳洗澡，刚洗完了这儿出来，拿着浴巾正擦呢。嗯，孙胖子回来了。这怎么回来了？你看这个玩意儿记错日子差一天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到车站一看不对，又回来了。啊啊，啪啪啪一砸门。嗯，都傻了。那是，高峰也傻了。嗯，怎么胖子回来了啊？媳妇说的，我哪知道，你这站着别动啊，别动啊，不动。高峰给挤着墙角那儿站着啊。这媳妇拿了一大盒痱子粉，哦，让高峰弄一身的白了。哎，弄一身，摘一灯罩给扣脑袋上了。
站着啊，就说你是灯啊，别动过来。高老一身白面啊，顶着灯罩，你瞧，跟墙角那站着。哦，胖子回来了啊，怎么那么半天开门呢？嗨，没听见，那么回来了，记错了，明天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说话就晚上七八点钟了，也不早了。哎，胖子，什么呀那是？这啊那个还有就买一灯，就网上订的，刚送过来看还行。哦哦，胖子没说别的，嗯，俩人炒菜吧，炒菜焖米饭吃饭，食弄完了刷洗澡啊，吃点水果，看看电视，嗯，就夜里十二点多了。哎呦啊，又说会话，哎，一点半俩人躺下睡觉了啊，两点半，嗯，这媳妇睡着了，孙胖子起来了。奔厨房把菜刀拿出来，开冰箱拿火腿肠烫烫烫切三片，嗯，拿一面包夹好了，拿着面包夹火腿，嗯，就奔这台灯就来了啊。哎，吃吧，哼，说点什么好。哦，我理解你，拿着吧。看出来在于谦家差点没饿死我。哎，去。